这真的很好吃。这一次皮真的很薄，很好吃，是草莓味的。大草莓，它这个皮真的薄到跟没有一样，它这个皮真的好赞，但是蜜桃味会比较甜一点，覆盆子它有一点点微酸。这个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还挺甜的。不过真好吃。这个是紫薯口味的。
西柚的好苦。好了，我本来刚才想吃完这个就不吃了，然后真的好苦呀。还好有这杯咖啡。这个我今天真的觉得还挺甜的，很甜。